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宇坤。看见我手上那个精美的包装了吗？一点点小意外，意外中的意外。然后，这个地方有一点小骨折，然后，可能会，有那么一点点影响，但是影响不是很大。可能打拳击啊，然后。跳跳舞啊，专门给我留了两根手指，就是留了一根手指来给我解门禁啊，然后还可以比个筋，小小两根手指作用还挺大，就是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，就是但是也得尽快恢复。该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影响，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几天就好了，休养一段时间，但是东西也肯定也不会落下。再见。还不错，看吧，现在一些基本的运动还是可以。